我可以问一下吗？为什么这个职棒球员他妈一出来手就要不停的摩擦棒子？这个是在暗示我什么东西吗？我觉得哪里怪怪的、欸。不过看你的长相蛮帅的哦。好，你我可以来吧。这个是微尘嘛？啊，右下角有写啦。请输入喜欢的球队名称。好。啊？谁？哎，出来，出来，出来！屁股翘高，我保证小力一点。谁？到底是谁？再来啊！哦，有球队经理哦，现在可以直接开始比赛了。靠呗，我什么都还不知道就要开始比赛了。胡蒙威尔，你跟我说这个叫蒙威尔，这个叫威尔刚吧？带，这个要怎么投？我看一下，变速球啊，压满点，安南，法鲁啊，就界外球，你是要停多久啦？不是界外，靠腰过这么久才喊，你他妈的主审是睡着了是不是？ストライクです。它红色代表什么意思啊？打击乐趣吗？你跟我说这个叫蒙威尔，我还是不敢相信呢、欸。开始嘴了，零宝石抽拉拉队才是王道。咬的卡还是我们卡？是游戏在卡、啊。曲球，我是不是快没体力了、啊？换一个球员看看，我看一下、啊、替换选手。嗯，长中继，他还写长中继耶，是怎样？胜利组连胜利组啊，我胜利组丢出来，如果败仗嘞，那是谁的问题？哎、欸，这样没有换到哦、喔，等一下替换选手，江晨峰好了，登录，确定，继续比赛。你跟我说这个叫江晨峰啊？不是、啊，等一下，我看一下江晨峰，江晨峰捏的有没有像？你还是玩 Pro 好了，追击组是败战的好听说法。我看一下视角能不能再换啊？就五个视角而已哦。哇，那这个好了，这个看起来比较顺眼。啊，击败！啊！我只是在思考而已，不要妈妈。传出去啊！干，这游击手是，妈腰弯不下去哦。奇怪，我觉得他刚刚不是接得到吗？哇，这击好快哦！这机器怎么击这么快？不是叫长中继吗？怎么感觉他快没力了？哦，靖凯，你怎么在那？帅哦，靖凯，那个捕手超靠背的，是不是？这个头发你跟我说江晨峰冲进手背，啊，我来打击看看。唐兆廷哦，有没有别的视角可以切一下？没有，打击就只能这样哦。你看人家游击手腰就弯得下去，奇怪哦。潘武雄，我看一下，强力挥击。哎、欸，没有，这也不是啊，不要，一般打击。他那个强震挥击是什么意思？强震模式，哦，打就会震动，是不是？所以哦，自豪速度 B， 长按就是短打 ，OK。啊，这里是郭富林哦，进来 gay， 你跟我说这个叫郭富林，不要拱啦，我看一下，阿坤，
信箱。狗志刚，哇！又是高志刚，我看一下管理队伍，请问我什么时候才可以抽卡呢？在这阵容里面可以管理各选手守卫与先发候补现况。哦，清楚画面左上方的 Auto 键时可自动创建最棒的阵容。拥挤打一棒，然后跟我说最佳阵容哦。啊，好啦，热身赛的时候是这样，没错啦。提振队伍士气的啦啦队正在等我们了。哦，哦，欸，总共可以使用五个啦啦队，并可协助选手。等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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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一下。你知道我对于他的第二句话，我保有很深很深的疑虑。什么叫做并且可协助选手？谁？谢谢你跟我一起进行到最后，现在将重返大厅。啦啦队 girls， 无一个熟悉的，要安怎？一个都不认识啊！我们刚抽到什么？应援中的 Yuki， 然后第二个叫什么？性感的啦啦，应援中的妙妙。球场上的共共哦，贵贵，应援中的 Mina 啊，那个，这个我知道，这个我知道，波波我知道啊，他也是那个之前的神魔女将，这个就知道了。还有什么可以拿宝石的吗？要再继续抽哦，啊，我觉得差不多了呢，又有360，等一下我看一下，360啊，我现在剩多少？160，360加160，哎，可以哎，可以哎，我把它摸一摸好了。看能不能快速摸完，我们再来抽一次啦啦队。啦啦队 girls， 哎呦，还可以看照片哦！那太夸张了吧，这游戏。我看一下，我刚抽到的是什么？其实我也不知道怎么看刚抽到的，欸。球场上的圈圈，然后我还没有抽到我朋友呢。应援中的曼平，应援中的米奇，然后还有什么？我刚才摸到什么？住海边的 Ruby 哦，在海边，在海边的 Ruby， 还有嘞？好像没有，都重复了。啊，你各位男性粉丝们，有喜欢啦啦队的就赶快去玩这个游戏吧，我觉得这个真的做得很棒啊，你看连球员都没有那个了，都没有那么吸睛了，对不对？啦啦队直接吸睛吸爆，你各位带把的男性们，你看连球员都不能看真实的照片，但是呢啦啦队居然可以，酷吧这游戏。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次直播再会，拜拜。